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经文是马太福音五章十节，让我们来读今天的经文。哀痛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。哀痛的希腊文 Pentuntes 表达哀伤悲痛，在马可福音16章10节再次出现这个字，他去告诉那向来跟随耶稣的人，那时他们正哀痛哭泣，他们因为耶稣死了而悲伤哭泣，好像没有指望的人一样。旧约74一本的希腊文也是用这个字来形容创世纪37章的雅各，他为失去了宝贵的儿子约瑟悲哀多日。成为耶稣的门徒怎么会如此悲伤悲痛呢？这是因为跟随主耶稣的人会明白罪恶的力量，会为自己被罪捆绑而忧伤，同时也会为这个被罪恶统治的世界而忧伤。但是这种被罪捆绑、世界被罪玷污的情况只是暂时的，因为将来主耶稣将要更新我们脱离罪恶的辖制。所以后半句的安慰 Paracletensontai 希腊文是以未来式表达，八福之中从第二福到第六福的应许都是未来式，他们将来必得安慰，将来必承受地土，将来必得见神等等。你现在忧伤吗？但将要得安慰。生命中有时候会有哀痛的时候，但我们的神是会安慰人的神。有些事我们当下不会明白，但就像门徒不明白他们的主会死在十字架上，但主耶稣在坟墓里也只是三天而已，他们将要得安慰。我们的哀痛悲伤也是暂时的，上帝将要赐我们喜乐来代替他。正如主耶稣当时对门徒说的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，约翰福音16章20节。